这边人相对比较少，比较不会塞车。漫游民间，要从古根进去，从龙根出去。对，而且狮子有虎。哇，香火鼎盛哦！浓，好吃的，熟悉的老味道。这个捣嫩，超入味。这个要持续做到初五。OK， 有信号。好，谢谢。香港100块变成50。这个花枝菜很漂亮，排队的烤玉米。柠檬梅，感觉第一个比较好吃，豆干。所以今天排队的，是慢点。麻辣岛好吃，全台最好吃的茶叶蛋，双柏林阿香好吃哦，你就选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in Life。今天要带各位去南投松柏林走村一日游。今天是大年初一啊，初一就代表着过年正式开始了。以往呢，家家户户会隆重的准备一些祭品等等。那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现代人都到庙里比较多了。到松柏林走村是每年我们家必经做的一件事情，希望今年有平安面可以吃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大概两三年没有吃过那个平安面了。那希望今年有。OK， 不要啰嗦，等一下出发。Go go。我们到了，我们是从二水上山的，这边人相对比较少，比较不会塞车。那现在两排都是停车啊，每年都是这样，不能停太前面。快点哦，今天有那个平安面可以吃哦。刚才看到有人 po 文的啊，这么快就有了？对，可以去吃了久违的平安面。啊，这也是那个姜母的故乡。来，唱好香香。对，卖姜的，跟卖茶的故乡。阿爸不，阿奶我唱。那边。我不用吗？大概要趁过年的啦。漫游民间，这里来过年就是非常多美食小吃啊，跟指南宫蛮类似的。那因为这里比较近，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，指南宫就不一定了。2月24元宵晚会，我们是不是有一次来这里什么都没有？对啊，就是因为疫情啊，他没有平安面。来拜拜，其实全部的人不知道怎么拜，要从虎边进去，从龙边出去。虎边进去，然后从龙边出去。这边是虎哦。那个是要龙边。哦。有狮子有虎，那我看看，月亮就好了，可爱呢。喝茶吗？哇，香火鼎盛哦，这里啊，有看到吗？今天不算很多人。哎，对。你要点香吗？好，看到了。然后从龙腾出去，去拜那个文昌帝君。右边，右边，那边。终于吃到了，排队排队。那你要拍前面留下来吗？来开箱，开箱，开箱，开箱什么？这个、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硬币啊，哦，纪念币。香香，这个，哇，这酷光，有，有。
有啊，龙啊。龙啊。你拍啊。那边是龙。龙。嗯。好吃的。这是。这个平安面的活动是初一到初五，好吃吗？还没吃。好干。你一个人吃两碗哦。熟悉的老味道，没有以前那么咕溜。咕溜是什么？没有那么滑。嗯。那我觉得味道还是一样，很入味啊。好吃吗？是熟悉的味道吗？超好吃的。这个豆嫩超入味，蛋哦，哇，他们在洗菜，好多高丽菜啊，哇，这做好的，来，小伟，小，小伟哦，小小小。是要下楼去。天哪！这里青菜哦。这里青菜。哇！这个要持续做到初五哎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好吃。觉得天气不好哦，有点雾雾的，不然可以看到我们家。完食，来吃牛肉汤，走吧。再一碗吧，我要喝汤。好，走，再吃一碗。再吃一小碗。小心烫。好，谢谢。要先回去那边吗？对，走吧。直接穿过人群了。打个叉。来，按一过。我发现吃饭归吃饭，地上没什么垃圾，不错哦。直接在这个楼梯吃起来了。我们吃饱了，来去逛街，逛了一条街，不知道今年摊商的数量有没有跟去年一样。去年的摊商超少，今年不知道有没有改变。哦，你没说，我还以为在排什么东西呢，原来在排厕所。你在透一雷五日五的哟。寿喜，我要不要脸？我这边排队啊。这是一个动态回顾，八年前的今天，我在这里摆芭乐，年轻人芭乐。这里人也很多哎。可是，哇，伊迄右边拢无摊商，安尼坐起来无啥物感觉。人家之前。都是右边很多摊商了，整排都是，没有这边开始就整排过去都是了。对啊，像热闹程度就有差了。嗯，这以前盛行的时候，一直到尾端都是摊商，啊，现在没有摊商就购买欲望会降低啊。然后左边全部都卖茶的。你看100块要买什么？真的知道？可以啊，红薯球吧。没卖哦，红薯球可以哦。红薯球。哎呦，这个好吃。红薯球。要一份啊。可以。看看100块变成50了。变成我喜欢的形状。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这个我很推。好吃，有片的。香港有这个吗？有啊，但在地瓜球。今年这里有哎。这样后面这里聚集的人会比较多。刚好芭乐摊。哇，这个花开得很漂亮。这什么花？对。哇，排队的烤玉米哎，焖烤玉米，来去拍一下。老师傅，老师傅，泥煤。这边
这个是来不要紧，我怕人家不吃而已。你说什么买了？拢讲会晓，讲不好。啊，请慢慢请平调。恁即马食的这是凤梨梅哦。啊，我柠檬梅。你还没吃哦？我本身在啦。啊，拢免冰。柠檬梅。好好好，来，开始倒掉。感觉第一个比较好吃。啊，唔免冰啦，都不用冰，不用冰。凤梨梅。哎，不用冰。哎呀，就一罐两百。两买两瓶回去。在凤梨梅，好啊，对啊，比柠檬好吃，我觉得比较入味一点。我要吃冰淇淋，好吃。你还有五十块对不对？对，我还有五十块。哎，我有五十块。可以可以。我要吃两球。哎呀，喝感觉很好吃。豆干，哇，这是一间排队的红薯料理。到底要排？这一半的好哦。这一间也排队的，你卖什么？山药酥红薯丸。哎这里有布袋戏。哇，这是松柏林好像才有的瓦纳刀，瓦纳刀好吃，对，古早味的，全台最好吃的茶叶蛋，一颗，一颗，你要吗？那你吃，你要不要吃？要吃我就买两颗，一颗，一颗就好，麻烦了，一颗，来快买啊！申请你喝什么？巧克力咖啡加厚，不要糖。不加糖，吃苦的人。是我害怕糖会太甜。你看那个咖啡在滴。对。寒牛奶嘞，就大家在吃冰淇淋。对啊，香港的寒牛奶会不会有人跑去买冰淇淋？我们都会变啊，冬天要吃冰淇淋的。对呀、啊，又来了。每个人看到人家手上在拿，就哦，不然来来一次好了。好，别喝了。大姐要好，颜色好好呀，少第二个了。你看看那颜色吗？有巧克力香味，因为我是点了巧克力咖啡、啊。不苦吗？真的不苦，你看看，很浓厚，很香。这我可以接受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你可以接受的。口罩，口罩，一个吃吧。电视，电视吗？你要吃吗？好。你就选只。哦，咔嚓。我来摆几张，嘿。我一摆。松柏林阿香，好吃哦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初一松柏林左村的行程差不多到这里了。那今年有平安面可以吃哦，到初五的时间了，要尽快，因为这是暌违好像好几年的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而且那个素食面推好吃，超爆好吃。后面一条街也可以去吃美食啊。我们就是有吃平安面的，然后就逛街，其实也没什么食欲啊，因为吃很饱。OK 啊，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按个喜欢。还没订阅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